嫁入豪门却从不炫富的四位女星，第一名无人能超越。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充斥着各种利益诱惑，女星成名后都想嫁入豪门。虽然说成功嫁入豪门的女星们有很多，不过她们嫁入了豪门后，原本很低调的她们完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因为她们无时无刻都在网上炫富的，而嫁入豪门不炫富的女星实在是太少了。下面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下嫁入豪门从不炫富的女星们。第四名，孙茜。孙茜在娱乐圈里面是一位超有实力的女星，她曾给观众们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影视作品，而《甄嬛传》的电视剧中，孙茜更是圈粉了无数。孙茜在她的家庭生活方面是非常低调的，她和启明东方暖大型活动副总裁的蔡远航结婚后，就一直过住低调的生活。第三名，林依晨。林依晨和老公林于超的婚礼可谓是相当低调，而她老公的家族背景是非常的强大的，他们家经营潜水器材公司优汉的，林于超现在管理住自己家族的一家美国加州公司，他现在也算是一位霸道总裁的了。第二名，罗海琼。在娱乐圈中，有很多的明星们都可以说是罗海琼旗下的艺人的，她的老公费奇是华谊副总裁，所以她老公和她结婚之后就分了很多的股份给她，所以罗海在娱乐圈中也是因为豪门的阔太太的了。不过罗海琼从来都没有炫富过，她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。第一名，郭晶晶。郭晶晶和豪门公子的霍启刚结婚后，她因为非常的低调，所以网友们都是非常的喜欢她的，甚至网友们还把她称为了嫁入豪门的模范。因此家都希望那些喜欢炫富的女星们应该多和郭晶晶学习。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？出道于十年的林依晨，在我可能不会爱你拍摄完成后决定暂别电视圈。他表示依然热爱戏剧，只是之后的工作重心将摆在电影，有好的角色或剧本也会再回到剧场参与演出，充充电。因我剧话题不断，2011年9月遭新闻炒作广告内容，八大电视发表声明，原本甜蜜温馨的画面却变成不实陈述，八大对这么努力配合的艺人感到抱歉。林依晨个性向来低调谦虚，不爱浮夸炒作，但屡屡因敏感话题上新闻版面，经纪人周美雨透露她心情大受影响，很难过，是出道十年来最烦躁的。她透过经纪人说，原本是合家观赏的温馨好戏，却被形容得如此不堪，连家里的长辈都觉得莫名其妙。某周刊报道，林依晨因男友谎报年龄而分手一事，使林依晨很受伤，
2011年11月23日深夜1点25分，他在个人官网上发文沉痛表示，请不要再拿始终无法证实的谣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拨弄无辜者还尚未能结痂的伤口，为了你们所爱之人的福分。是的，我们已经分开，不是因为年纪，也不是信任感问题，只是这环境太复杂，而我的工作性质太挑战人性。解释两人并非因年龄而分开。四，他以就只是祝福为题写，难道你们没有如此深爱过？全然不知那撕裂般的痛楚。请不要再拿始终无法证实的谣传一再拨弄无辜者还未结痂的伤口。我们都努力过尝试过，只是最后终究只能互给祝福，互道珍重再见。2014年10月29日，林与交往两年男友林于超订婚，经纪人证实。12月25日，林依晨与林于超完成婚礼。林依晨自出道以来形象良好，且几乎没有负面新闻，而被封为林富平女神。但是其实林依晨为了与大家好好的相处，都会刻意压抑自己的需求，因此才会有这个称号。她之前也活得压抑，在生活上的某些方面要求完美，同时也是中信兄弟球迷。